看迷你世界中的栗子，它是一款女生皮肤，它有一对毛茸茸的耳朵，官方大大说它是温柔胆小的小松鼠，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松鼠尾巴，而它的松鼠尾巴和松鼠耳朵和游戏中的敏捷飞鼠的尾巴和耳朵完全的一致，所以说栗子曾经它其实就是一只小松鼠，也就是敏捷飞鼠。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其实栗子它还会变异，它可以变成虚空幻影。你们难道不好奇它如何才能变成虚空幻影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栗子，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栗子的眼睛非常的奇怪，小伙伴们你们看，是血红色的眼睛，并且我们发现召唤完虚空幻影以后，天空也会变成血红色，这个颜色居然和栗子眼睛的颜色完全一致，所以栗子是有变成虚空幻影这个资质的。哎呦我去，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喜欢栗子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那么栗子究竟该如何才能变成虚空幻影？今天我和学姐发现，当我们使用栗子和虚空幻影进行战斗以后，虚空幻影就会进攻我们人类，但是这个时候它击中到了我。哎呦我去，小伙伴们你们看，我瞬间变成了虚空幻影。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栗子它是可以变成虚空幻影的，你们知道了吗？